设计师洪敏宏的作品造型简洁，充满设计感，因而深受欢迎。从小港国际机场的出境大厅到甲仙猫巷的橘猫油桶，都能看到它融合在地特色与丰富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设计品。在他多元的表现手法中，纸模型一直是他钟爱且擅长的表现形式。究竟洪敏宏的纸模型之路是从何开始的呢？应该说比较先接触纸模型或者纸雕这件事情是在高中的教室布置的时候，那时候会有教室布置比赛。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班是就是那种吊车尾的班，那我就那时候 老师就安排几个就是比较不爱念书的，就是在大家眼里是七头二的那个的角色，然后跟我一起去做教室布置。然后一开始其他的班级就是同一个年级，我们那时候有八个班，大家都不看好。那最后我们就得了我们那一届的第一名。那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做纸这件事情还可以做很多很多可以让人家意想不到的画面或者是想法去呈现，而且纸是很容易上手的一个素材。大学时期帮一个老师做一个公仔的展览，然后那时候就在那个专案里面接触到各种素材的模型。那做公仔这件事情其实是耗费的成本比较高，那纸模型刚好是一个很好入门而且很容易散播的一个素材这样子。那其实要回推的话，其实从国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很流行写一个作文题目，就是长大的志愿之类的。那我记得那时候写的是一个就是钢弹设计师那个大和原邦男先生，然后那时候写这个梦想之后，没想到过了很多年之后，发现自己也是在做很类似的事情，就是在做一些模型或者是一些玩具的设计。不知不觉成为自己童年里所仰慕的那个大人，仔细回想起来，这一切与纸模型密不可分。其实纸模型在很多运用的方面是蛮广泛的，比方说可以用在广告上，或是用在赠品，甚至是可以把它融入到平面的，或甚至是 3D 的一些视觉里面这样。纸模型比较特别的地方大概是就是有时候我会出国或是到外地去玩，那我会想要带一些赠品或礼品给好朋友，那其实它就是扁扁一片，那直接可以放到包包里面，是很好运送然后很好去携带的一个物件。跟其他模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比方说有的塑胶模型它可能就一盒，可是它只要一片就可以去让人家去享受 DIY 的乐趣这样。比较建议的话是大概国小一年级以上的小朋友，他们其实就可以开始去操作这类型的玩具。那其实有时候有一些空白的或是一些有创造性的一些模型设计的话，他们其实可以透过这个过程去学习他们的肢体反应跟一些思考的想法这样子。之前有跟那个一些汽车公司或是一些文创单位合作做一些小型的课程，大概有时候会，其实说小型也不小，就是会有三四十个小朋友，那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就是助理会带一起带小朋友这样子。那他们创作中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他们会去跟其他小朋友会有一些互动，比方说他们会画不一样的位置，不一样的形体。当时的课程的纸模型是可以自由拼接，所以他们会互相的去讨论或者是有一些互动，说他们要怎么去制造自己的小怪物或者是机器人也好这样子。那出来的话其实有时候小朋友的那个绘画的色彩还有一些思考的方式是跟我们大人不太一样，还蛮有趣的。洪敏宏将自己第一次接触到纸模型时所体验到的那种兴奋与快乐，透过纸模型的设计与推广传递给更多的小朋友。在他看来，一个好的纸模型设计师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呢？
在国中或者是高中的时候，其实都会去学，比方说一些学测或者什么的，他们会有一些什么三视图啊之类的。其实，在小时候我们都有接触过类似的概念，但是我们没有去实践或是去实际练习，甚至是去发掘自己的潜力这样。但是我觉得大家透过这个制作或者是这个过程中，会慢慢的去唤醒那个记忆。那其实过程里面比较困难的是，从我一开始在制作的时候是用粘贴的比较多，那慢慢的进化，或者是说便利化，到现在是用卡榫的一些纸模型的状态。那其实过程中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有一些曲度或者是一些形状比较差异比较大的话，其实在设计上面是会比较困难的。其实基本上就是包装设计的概念，那还有对纸张的认识，以及如果是要角色的话，那当然就是要对角色的设计有一个热忱在这样子。那其实这三个组合起来，就可以让它变成一个纸模型，甚至是包装，或者是更多的运用。未来还是会继续做纸模型相关的作品，但是我会增加更多不同的素材，但是也是用类似的构想或者是手法去呈现他们。比方说最近有跟邮局去做猫的邮筒，那其实就是把纸模型的 3D 的想法去做更多的材质转换或者是变更，因为我觉得不想要太受限或是设限一个范围，只要是我可以做到或是想要去尝试的就会去做。但是我觉得不会脱离的就是角色还有立体的玩具或者是立体的角色这样子。模型对我来说是想象力转换成立体的真实样貌。模型瀚海半生浮沉，聊备一灾解忧。既无长珠名山之巨作，亦无振聋发聩之奇闻，堪有模型小道寄情忘俗，略抒胸中郁垒。音乐文学相去渐远，琴棋书画方会有时，唯有模型不羁心中波澜，足伴余暇。他是邱一伦，一名牙医师，也是一名军武模型达人。在布满模型的书房中，不难看出邱一伦对模型的投入与热爱。究竟邱一伦的模型之路是从何开始的呢？五年级的时候，我阿嬷都会带我们去台北。那时候在逛百货公司的时候，就突然看到有一排模型，那时候还不知道那个叫模型，就有一排玩具吊在架子上，它零件是分开的，可是它的图就是很吸引人，然后就很着迷，后来就凹着阿嬷就买下我的第一盒模型。那是一辆德军的八轮装甲车，那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候完全只是想说啊，这个东西我想买回来玩，可是没想到这一玩就玩出了以后30年的岁月。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回高雄的路上，在火车上面，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就打开，因为它里面有附一罐小小的强力胶，可是手边没有工具，可是那时候也不晓得需要什么工具，就是把它从零件从上面用手就直接把它扭下来，然后按照图就开始组，因为是在火车上，所以它那很空间很小，就发现零件掉了一个，回去哭了半死。结果那一只虽然是完成，可是就是少了那一片零件，我永远记得那一个零件的形状。不过那时候模型对一般小朋友来说，
还算是一个比较高不可攀的东西，因为它是舶来品比较多，那时候台湾没有厂商，而且那时候进口货的价格都比较高，所以我们也不能常常买。可是我们只要累积到60块就会去买一盒，因为那时候的标准价小小盒一盒就是60元。那时候牛肉面我想一碗是30块，那阳春面一碗是5块钱，大概就是这样的标准。所以对小学生来说，可能要等发压岁钱啊，或者是考试成绩比较好的时候，有奖金的时候，把它累积起来再去买模型。在物资困乏的年代，想拥有模型，总得存上好几个月的零用钱。邱一伦只能义无反顾栽进模型世界中。许多人把模型与玩具混为一谈，这是模型迷难以忍受的。究竟模型与玩具有何不同呢？模型跟玩具之间的分际，我想我们看到一个玩具，小时候看到一个玩具，第一个动作如果是飞机的话，可能就会拿起来想要射看看。那如果是一辆车子的话，你可能会想要去轮子给它滚看看，然后炮打给它转看看，然后这个动动动那边扭扭这样子，那个是玩具。然后模型的话，它粘起来它很脆弱，它很精细，它没有办法这样玩。然后玩具跟模型还有个差别，就是玩具它是不管比例大小的，那模型它是有分成很多比例啦，像这个就是32分之一，还有前面的轰炸机啊，有一些是48分之一，小一点的72分之一，它是按照一个标准的比例做出来的东西，你不可以天马行空，自己要加个翅膀，或者是多个轮子，你一定要忠实于实物。我觉得模型跟玩具的最大差别就是，模型是由实物缩小比例而成，那玩具的话就是只要小朋友喜欢，只要看起来像就可以了。仰赖网络平台，模型社团连接起原本互不相识的模型高手，为模型文化的推广尽份心力。陈友辉便是一位模型高手，以精湛的技术与考证能力，完美呈现模型特有的魅力。我开始真正的是在接触模型，在制作模型是，应该是大概我20几岁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我们高雄算是最突出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消费场所，就地下街。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他们都知道，就当时青少年就是比较喜欢去逛的都是地下街。那因为其实早期我们比较早接触到的都是属于比较日系的东西，那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其实是钢弹模型，但是不是钢弹，而是一个反派的角色。因为那时候我是觉得，其实那时候也不是很了解钢弹是什么东西，但只觉得说它的造型非常的帅，然后它的颜色配色也不错。从那时候就20几岁的时候就一直开始玩到现在。我们拿别盒的那个模型来的说明书来示范一下。其实一般模型的话，它会有这种所谓的那个迷彩色块的一个那个示范图，就是让我们可以参考它的形状跟它的位置来去照着这个去喷出它的迷彩。然后大部分因为喷枪的控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说大部分会先用铅笔把这个色块的形状我先描在车体上，以防说万一喷歪了或是喷错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初学者的话，或是说比较细心的人，他们会去做的一个动作。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就是直接一点，所以我今天是以那个
也是二次大战德军那个 L70V 的那个战车的三色迷彩，其实它这个迷彩是通用的，然后只是说实际情况它有用到这种迷彩或是没有而已。那我先把我们所需要的漆准备好，就是因为一般像这是那个 Miss Kara， 也就是所谓我们所谓军事的那个模型漆，它属于油性漆，然后它上面会标示这是用在什么地方什么部位，哦，所以我选择的是那个二次大战的那个德军三色迷彩的颜色。其实我自己的作品我完成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会先欣赏，我自己觉得满意了，我才会分享给同好或是朋友。所以其实我每件作品都等同是我的孩子一样，因为我是我别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我觉得我自己是用生命在做模型，因为我几乎我的生命都耗在模型上。所以说我就在去完成一件作品的时候，我是完全投入。对，所以说其实我现在真的在我身上的模型很少，因为以前早期我们作品完成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希望呈现给一些同好或是说能够去逛模型店的人，就是更多人可以欣赏到我的作品，所以那时候几乎都是摆在龙门模型的橱窗。那也非常感谢老板娘都把我卖掉。因为就像说我不用去开口介绍我的作品，或是去介绍模型，因为作品呈现出来的时候，买家他有共鸣，是价钱 OK 他就拿走。其实我是真的想要掉眼泪，因为那也都是我的心血，但是因为老板说再做就有了。三十多年可以是人生的一半，在模型达人的心中，模型早与人生画上等号。我们娱乐有很多啦，我们上班每个人工作之余都会想要有个娱乐，像我们如果说玩一些东西，你可能需要场地，你可能需要球友，要有伙伴才玩得起来。那模型这种东西，你只要有一张桌子，然后你只要有个抽屉，你把模型拿出来五分钟十分钟也可以做。其实模型它的乐趣就在于它可以独乐乐也可以众乐乐，你自己玩有自己玩的乐趣，你跟大家一起参加模型展览模型比赛的交流也是一种乐趣，所以它是不受时间场地的限制。像你正做模型的阶段，你就我看到这项模型，我就会想起来，哦，我的那一段时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它其实用模型也可以来写日记啦，其实它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的生命中的一部分。模型对我来说就是无穷想象力的延伸。玩模型其实对越年轻越好，因为它对小朋友的那个逻辑还有那种色彩跟那个思考，其实对他的大脑开发是有很大的帮助。模型制作本身其实是不困难，但是其实最困难的是那个恒心，我觉得也是一种训练耐心很好的一种方式，因为你要从拼装到粘合到上色，哦，甚至你玩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可能会改造，其实这个都是需要耗很多的时间在上面。那我们常常听之前有一句那个广告词叫做玩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但是其实玩模型的孩子才真的不会变坏。模型对我来说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缺一不可。
工作室内一件件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品，全是林俊斌利用钢弹模型作为材质所雕塑出来的。他将钢弹模型视为蕴含文化的符号，以此作为材质，试图说明资本主义架构下的文化侵略与融合等现象。这条看似独特的艺术之路，却有个再平凡不过的起点。可能我觉得小时候经验都一样，都是爱涂鸦这样，然后涂一涂，就是考上复兴美工这样，然后上复兴美工之后就什么都学啊，什么素描啊、水彩啊、油画啊，然后电脑绘图啊，什么都碰这样。这样，后来还有就是对一些公共艺术也有兴趣，然后有时候会去。东区常常不是有一些什么建筑师开的课，对啊，就是什么在某个地下室啊，然后他就找很多建筑师来这里，类似开一个论坛或者什么事，然后我就会都会去听这样。那时候对空间还蛮有兴趣的，然后因为以前在附近美国碰到的东西就其实是很平面，都平面的设计啊，平面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后来就是建筑，它虽然也都是纸本嘛，对啊，但是就是有时候你会做模型啊，干嘛的时候从纸本变成。你在做模型的时候，他把空间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想要念建筑，我自己就看了很多东西啊。然后后来就是当完兵，就是考上了那个台艺大这样。但是念上台艺大的时候是刚好是选了雕塑，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去考指考，所以建筑就跟我无缘。后来我就走上那个艺术这条路了。雕塑一开始就是从那个泥塑，那石膏像、人像、半胸像，然后接下来就是裸女啊，或者裸男，那个很科学写实的技法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进入石雕，就开始拿砂轮机啊，然后之类的，然后木雕啊，然后就是比较传统的这几个媒材。我后来到大三的时候，我就放弃这些媒材。开始走一些比较观念性的艺术，才不会被自己自身的框架绑住。你是念雕塑的，那我是不是就要成为雕塑家？那雕塑以外的事情我是不是不能做了？那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抛开，我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家，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主题适合用影像来拍，我就用影像来拍啊。这东西如果是用雕塑来做，最能达到我想要的，那当然就用雕塑，我就不会被媒材局限。深受杜尚、罗丹等一系列现代艺术家的影响，林俊斌也试图挣脱束缚，让自己能在广阔的思维空间里进行艺术创作。然而，他又是在怎样的思虑下选择了钢弹模型作为材质呢？从事雕塑创作，然后就是开始思考材质的问题。材质自身的余晖的强度，我后来我才想说，我不应该纠结在材质上面，对啊。然后我开始找物件，就是或是什么符号，它有什么强大的文化在上面。就是我们看到了 LV， 你就有个认知在说它是什么东西，然后它的文化是什么，然后它是精品类什么什么这样。可是那两个字，它只是一个符号，可是它却能带出这么多的含义。那我觉得我取材就是取材的。在每个符号后面的文本是什么？目前，林俊斌与博尔艺术特区合作，正在进行一件名为《艺术家都是罗兰巴特的敌人》的雕塑，透过橱窗。人来人往的游客能够看到林俊斌创作的实况，这对他来说是一项新的挑战。我用的语言不是我说的算，是大众说的算。就大众看到这个东西啊，他会说哦，这是盆栽。他看到这个材料，他是那个钢弹，对啊。所以我是组合那个大家对于那个就是。这个时代的符像的认知，
对啊，那一方面你在组合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解构它原本的脉络，对啊，啊只是你会这些东西都是你熟悉的。如果那个我解构掉之后，你看不到钢弹，那这个材质就会变成那个传统材质，对啊，就是我把一个符号再还原成材质的这样，对啊，所以它基本上它是不会消失的，因为我希望它存在。在我的作品里面，如果它不存在，这我选用的材质它就没有意义。模型对我而言，它是一种符号，是承载文化的符号。